自由说话，自由的抗议，自由的发表意见，自由的选择。因为自由，所以我们投票，决定谁可以代表我们说话。投票让国际知道我们很在乎。对现在负责，就是对未来负责。用自由的本钱，保护台湾这个家。11月26号，为台湾挺身而出，回家投票。